这个角度看是台湾，这是南部，有两条鲤鱼，又有两条游过来了。这是台湾形状的湖，这边的就是中国大陆的湖，整个形状是中国大陆的形状。中心湖真的很美，旁边都是很多大树。再拍一次台湾。果然有像。这个是海南岛的地图形状。这棵菩提树真是张牙舞爪的，非常的大。英文字他知道什么意思哎。No feeding， 不要喂食。这棵树扁扁的，好像一个屏风哦。台中的优势就是天气好。对，真的是比台北天气好，好太多了。这么扁平啊？对啊，好像屏风。你继续说，这棵树如果被砍掉，妈妈，我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我不知道在哪里。今天搬家，一包。这边也有，那上面也有。树瘤做基因转植就是用那农杆菌，您知道吗？你看过农杆菌吧？常常我提到农杆菌，明白吗？你记不记得我们常提到农杆菌？这就是农杆菌感染的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的材料，赶快拍一拍。烂泥巴，我刚刚正好踩在那个烂泥巴里。可是我们利用这个菌做植物菌转植，基给作物都用这个菌做的、啊，其实植物不好的。
不怕，就放着没差这样。对对，没差。你如果不要太大，三子叶第一个农感菌改变成功是你做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不是说外甥呢，是全部的三子叶。对啊，全部的三子叶，大姐是全世界第一个做出来的。那你应该拍一张啊！我拍了，我拍了。不是，我说你跟这个去拍的。它变成肿瘤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它的把荷尔蒙的基因插到植物的细胞里面，让植物帮它一直产生这荷尔蒙。然后呢，那个实际上是这个细菌的营养。对。可是就是因为它会把外来的基因插到植物细胞里面，所以我们后来就利用它这个方法来做基因转植，把外来帮我们把外来的基因插进去。对对对对。而且它这是细菌哦，细菌是原核生物哦，然后插进去是真核生物的科目松。这个不要小看这个，现在全球这个技术太不得了了，我们的作物的那个基因改良。对。都是靠这个，这么大姐是第一个做出来的呀，单子叶植物，全世界第一个。因为这个它本来都寄生在双子叶，对，它不会寄生单子叶，所以单子叶弄的话，当初全世界都在竞争，啊，它是第一个做出来的。哦，嗯，对。哎，大姐，人家在上面还要好几颗呢，对，嗯，然后又